大家好，我是阿周。今天介绍的这影片是台北松山机场我要坐飞机飞到马祖的一个过程。首先看到这是地铁捷运站的出口，那走到里面之后会看到这是那个台湾本岛及台湾离岛的一个航线的地方，在另外一头呢就是飞台北松山飞国际线的位置。我首先走到这边飞台湾本岛还有离岛的航空公司的位置，正前方那边是立隆航空还有华信客运的地方。那镜头带到这头，走到底那边就是松山要飞国际线的地方。好，把镜头转过来，现在目前所在这个地方是立隆航空的一个柜台的位置。那这次呢，我大概就是陪同48位游客，协助这48位游客一起要到马祖去玩的一个情形。这整个绕一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已经进到那个过了安检之后进到候机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小。进来之后左手边就会看到厕所，这正前方就等一下要进去坐摆渡车去搭飞机。这个正前方这边，那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小，因为它是飞台湾本岛以及离岛的。航班也不是很多啦，要飞金门啊，飞澎湖啊，飞台东啊，飞花莲啊等等的，几乎都是在这里了。现在几乎大概以飞马祖比较多。好了，时间到了，准备要去搭飞机了。这是帅帅的阿周。这次行程呢是3天2夜，基本上呢好久没搭飞机了，大概有2-3个月了。应该3个月了吧，大概没有搭飞机要出去走走。马祖也是我第一次要去了，所以说对这边不是很了解，各位看一下这个一个过程。我是喜欢旅游的，非常非常热衷旅游，跟内人超喜欢旅游的，这是内人的安排啊，所以说才有机会到马祖走走。转眼间呢，我们已经来到准备要搭摆渡车，先这边把登机牌稍微的逼一下，拿个证件，这里需要证件外加准备搭飞机去南竿行那个登机牌逼了一下，就往前走。前面那个是可爱的小安老师，谢谢。好，我逼完之后我就要进来，这就是要搭的摆渡车。摆渡车在松山这边机场是蛮正常的，慢慢的，因为飞离岛那个马祖南竿嘛，都是一个困难的一个情形，尤其现在暑假，外面飘着雨，因为在打大雷雨，我们必须在这边稍微等候一下。啊，基本上啊，这边等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飞南竿就是这么不稳定。看到帅帅的阿周了。这就是调皮的阿周，那各位看一下。好了，雨要停了，这个时候雨差不多停了，雷雨停了，就准备要搭飞机喽，飞准备要起飞了。这时候广播，我们就听一下这段广播吧。For transmitting electronic devices without flight mode, please switch off. Thank you.各位贵宾，午安，很抱歉让您久等了，欢迎您搭乘立隆航空 B7D8759号飞机前往马祖南竿。为了维护大家的健康，若您有身体不适症状时，建议您于机上佩戴口罩，谢谢您的配合。现在我们将为您介绍本飞机各项安全设备及使用方法，请您注意前方空服人员的示范，以确保安全，谢谢。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waiting. Welcome aboard the UniAir Flight 8759 to Macau Mainland. To protect your loved health, we recommend you wear face mask on board. If you are feeling unwell,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We will show the safety demonstration shortly.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cabin attendant's demonstration to ensure your safety. Thank you. 因为雷雨的关系，这一班航班那个延误了30几分钟。路上或水上紧急疏散时，
请务必脱掉高跟鞋，禁止携带任何行李。During an emergency evacuation, leave carry-on baggage behind. Take off high-heeled shoes. 因为台北松山机场是军用和民用合并的一个机场，所以说地面的部分我就没有拍摄。那现在飞机已经起飞了，远方刚刚有看到，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101台北最高的大楼101大楼。那飞机就往北飞，就徐徐的、慢慢的爬升、爬升，一直往上爬升。刚刚因为大雷雨的关系，真的延误了30几分钟，还担心不飞耶。这是飞离岛最怕的一件事。刚刚就是镜头中这个雷雨包啊，让飞机整个松山机场是暂时关闭的，就是这些云朵。转眼间就可以看到已经飞在基隆的上空，这是漂亮的基隆港，美丽的基隆港。飞行的途中感觉今天的天气还不错，还不是阴霾。转眼间马上就搭飞机，已经抵达马祖列岛的上方，大概坐了7:38的时间就抵达马祖列岛的上方。好的，飞机就准备要降落了，准备在南竿机场降落，等一下再拍一下南竿机场到底长得什么，圆的、扁的、大的、小的，等一下就看得到。其实我的心情啊，现在带着一个很期盼的心态，希望说在这次的旅程呢会过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好了，飞机开始降落了，开始的降落在马祖的南竿机场。Please remain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fastened until the fastened seatbelt sign has been turned off. Remind you to take your phone in with you. And please be careful when opening your bag compartment to avoid baggage falling out. On behalf of the captain and entire crew,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you in the air. We hope you have enjoyed flight and look forward to serving you again soon. Thank you. 好的，下了飞机之后呢，感觉这个停机坪到那个出境的地方啊，非常的冷静，有点像金门的一种感觉。金门是走的比较远，马祖南竿这边走的比较近，从停机坪走过来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了。进来之后会看到，哦，人生遇到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一个输送带，就这么短短的飞一下掉。这就是马祖南竿机场，这边有手推车，不过它手推车唯一的缺点，我感觉就是真的要按下去它才会往前行走。这个就是我的马祖南竿第一次来的感觉。好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关注我的影片，我们下次影片见。